们小哥不见得是费玉清，各位都是帅哥的哦。OK， 好，来，那我们准备开始了。那辣锅那边，我们这边有辅导到，一样。来，我那个车子在发动之前呢，先让各位看一下我们右后方那边有一个建筑，右后方那个建筑叫做绿色好屋。这个绿色好屋事实上它强调的是在，就是说一个温室的植物。温室的植物，那里面呢有我刚去加的时候，然后我发现说，哎，还很有意思，里面居然有在卖墨西哥食物，墨西哥的鸡卷。好，那那个绿色好屋，那在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哎，像比方说台湾的蕨类。还有拍呀，那这一个有一点像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尝试。那在左边这个有没有看到风车？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就是那个我们的国际文化村。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设这样的一个展馆？因为桃园有国际机场，那国际友人呢，一到台湾的第一站就是桃园。好，所以桃园也称为国门之都。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的话，就会去看到，就是说好一个荷兰，然后有日本的那个河长村。好，那右边这边，好，右边的话，来，这一个是一个快乐牧场。快乐牧场可以跟小朋友有一个很好的互动。那我想请问哈，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一份？拿到这一份，这里面有一些个资讯。好，来，然后我们左边那边有一只草花去做成的那个狗，好，草花去做成的贵宾狗，应该是非常大的一只草花的一个地景植物，地景的一个景观。好，那右边这个地方，右边叫做不老桃源。这个不老桃源呢，去找的就是说我们桃源的十三乡镇里面的各个社区。我们乡镇里面的各个社区的长辈们，好，然后我们让他在这个地方来种这一些个那个种这些菜。我强调的就是说，如何让一个岛一个很英法的一个社会里面，然后有比较好的未来晚年的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空间。来，人来换照他，那个照照换一下。来，右边换照他，有没有换的短照？有。还有没有换的医疗？好，那我名字来叫我快点，我不掐吧。好，没有看到我，只看到板车，只看到板。好，来，现在照他来，名字会看到什么？在以前的照他，在以前的照他来，是不是啊？是以前的花火也有啊。然后有这个是什么？电锅。是白色那种字，白色。它就是黄色的，很好。这个电锅我们就有啊，就强调到一个我们在生长的一个记忆，生活的一个记忆。这个还算很好。以前很小的时候呢，就有像这样的一个亭子，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休息。我们以前的花，我去年的花。好，来，我们现在要左转的哈，我要使用很多整个的农业发展所使用的那些个机器。记得我们买啤酒啊，这样子。好，你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个疑问说，为什么农博要在新屋？我有看到这个。为什么农博要设在新屋？来，我们先看右前方一点钟方向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花海景观。那个全部就是由我们桃园很重要的草花。去做出来的，还有包括稻草。好，来，我们这个地方去看到一个草花。桃园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草花的一个那个，集散地。来，我刚刚问你们，为什么农博要设在新屋？谁可以给我答案？农博为什么设在新屋？很好，谢谢。来，这个我们左边这个是那个，左边这个叫做绿色方舟。好，这边是叫做绿色方舟的后面的。好，我们刚刚绕了一圈。
看前面这个地方，左边你们的左手边这边是气象殿堂，哎，由前面是新屋气象站，那这一个地方我们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气象殿堂的一个展示。那所有的我们在侦测天气，在这里面我们会里面有展示各种的那个很精细的一些个科技，好，包括有一个地震的体验车。地震的体验车进去体验一下，好，在之前的最近的就是花莲的嘛，哈，然后最早我们好来，龙魔社在新屋很重要的地方是，好，我这个话题先暂停，我们先看我们九点钟方向，九点钟有没有看到一棵树的形状？九点钟那个有三层，好，那个的话是一棵光电铸成的树，上面都是光电板。那这一个光电板呢，它来供应我们整区的电量。我们整区的电量就是由那棵光电树来供应。但那棵树也叫做生命树。好，充满了能量。来，那在我们的右前方这里，好，这个地方是特色的农业区。特色农业区里面包含，好，前面那个地方有很多那个鱼的鳍，那个是锦鲤馆。那个后面的话有绿迷宫，有全台湾最大的像这样子的用直升植物、直升墙去做成的一个景观。他说红绿灯左转了吗？那你车是气象站那边的。对，气象站就到这个，气象站正门在这里。好，来，我们的司机先生在等着值班的时候，我想来你们看一下左边的直升墙上面是不是有这些金黄色的这些的图案？对啊，就去停在。它除了是我们的音符之外，音符以外的东西是我们桃园的八大农产，桃园的八大农产品，猜猜看，这八大农产品哪一个？莲花，还有呢？菇哦，啊哈，香菇，还有复兴香，啊，香菇哦，还有呢？香菇没有，是要香菇来接。有高丽菜在后面，对，然后来这个这边就有了，再过来看来这边，笋子的，哎，莲花，啊哈，笋子，嗯，对。哎，我们老师说其实基本上他也不太看得懂，可是我们知道他有八种，哎，所以大家好好的去思考去看一下啊。然后我这个是什么？这是莲花，瓦莲藕。然后还有呢，农夫市集。我那个剪的哦。右手边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买的地方。那我刚刚谈到了生命树就在这里。来，刚刚没有看到的，这一棵生命树。对，整个全区的发电就是靠这棵树。好，来，我们这个是一路车的站，下车。我们二车的话是下车站。那你们考虑看看要不要下车？然后给还没有来的外地朋友可以来桃园做客，这样子。哦，那我们一直到那个13号啊，欢迎你，请他们就是来做客。对，我们都会，我们的导览人员都有经过这些训练。嗯，很棒，你们很棒，嗯、对。我们很用心的。那我们右边呢？右边这个地方有一个鱼菜共生啊，对。右边这个鱼菜共生，这个的话是一个很，其实它是一个很环保的一种种菜的方式。它不仅是一个种菜，它是菜跟鱼一起做成变成一个生态。好，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原住民，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休息馆。那你们可能就是自己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太热了。我们12点都就在这里面逛，现在走得很累，就是来搭你们车。吃饱饭没？吃过了。我们家里12点出来的。哦，吃饱饭才出来的。对。谢谢。不谢。